是全世界第一个利用游客生物特征数据设计的一个目的地营销活动。这个地方呢就是爱尔兰。在2018年底，爱尔兰旅游局推出了全新的一个宣传口号，叫“怦然心动爱尔兰”。当时呢，旅游局邀请了一对瑞典的已婚夫妇前往爱尔兰旅行。他们穿戴高科技的设备，能同时追踪心脏的生理变化。这些数据呢，跟他们头盔上面的微型摄像头相连接，当他们心跳加速的时候，